与摩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妍希，很高兴受邀来到美丽的清迈，经历了一段别样的旅程。我觉得清迈的很多寺庙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有特色，还有它的一些像我们这次有趣的一些自然的风光，像 Grand Canyon， 我也觉得真的很漂亮。这是一开始弄的那个哪吒头，然后穿上很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的那种棉织的上衣，有点传统特色的上衣，加上一个长裙，就真的是我平常可能绝对不会做的打扮，但是在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蓝庙里面，就是整个意外的融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化学作用还挺好的。我很喜欢清迈，我觉得它的一些泰国的特征，就是一些非常古色古香的特征，保存得很好。我们这次趁空闲时间去了，学了一个泰式料理，它也是在一个就是那种很泰式的小木屋里面，然后还去做了瑜伽，也是在一个就是小木屋里面做瑜伽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心灵洗涤的感觉，就是它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然后在那些地方就是做这些事情也是感觉很有味道。平时自己上车的时候，什么样的搭配是你最常穿的吗？我喜欢一些比较简约的搭配，可能夏天的时候，一个简单的 T 恤加上短裤短裙，就是我最有可能会做的打扮，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我觉得可爱的有特色的一些帽子啊、耳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复古一点的小配饰，我也都很喜欢。在自己的星座品跟你真我只在乎你中，有什么与过往不同的经历可以分享的吗？我觉得太多太多了。首先能够就是扮演我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邓丽君邓小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然后包括也是第一次演一个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物，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可以去做，就像包括邓小姐最后一段人生里面，她在清迈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一段的记录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可以去做，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也真的很希望今天这个作品，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导演，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制片，我们都很希望借由这部戏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邓小姐这么美好的一位女士。在观众有和你做的一桩事，我觉得是林阿云，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位女子，可能她的很多行为很多想法，是你可能在脑海中飘过，但是你不会真的去做的。所以在饰演一个像烈酒一个这样子一位女子的时候，把你可能想象过或者是你心中的一些很强烈的情绪释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女人或者是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件很疯狂但是又很过瘾的一件事情。接下来会出席一些公益活动，然后也很希望就是很快会有一些戏剧上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泰国非常有名的芒果糯米甜点，这就是菠萝炒饭，大家吃一下，这个是很红的。
筷子，应该就是大虾。大虾。很大的虾。开始前，小编有些小礼物想要送给妍希，让我们看看妍希在干嘛吧，跟我走。哈喽妍希，在拍摄前小编有些小礼物想要送给你。这么好，这次来到清迈，因为所有的大片拍摄都将会在室外进行，还有会需要下水的湖面拍摄，我觉得对皮肤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准备了宝马之谜果香丝滑身体乳送给你。谢谢你，好贴心哦。哎，感觉很舒服，它的质地还很湿润，它含有丰富的天然维 B5 果酸，可以迅速补水，是感觉可以很补水。而且它的气味很舒服，很清新，含有法国香橙成分，所以香味清冽。哎，这个感觉旅行的时候带很方便。这次拍摄也会尝试比日常妆更加浓厚一点的彩妆，这款三只鸡抗黑卸妆乳你会需要的。它是卸妆乳啊？它很特别的采用了吸附式卸妆，用完之后脸部很光滑细腻。啊，而且它是黑色的耶，好特别。涂上去感觉很温和，它卸妆时不用水，单手单眼就可以用，非常方便。不用洗掉的话，真的拍戏啊、旅行用什么都很方便。卸妆后当然是面膜该上场了，敷一片面膜修复一整天的损伤，所以这款 VT 二代老虎补水面膜就送给你啦。啊，这一款。敷完之后状态满满，它的成分中含有三种大小分子玻尿酸和17种氨基酸复合精华。平常敷面膜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我平常上妆前，工作上妆前一定会敷面膜，因为。这样子的话妆会更服帖，而且常常我们带妆就是一整天，开工前敷一个面膜对我来说比较重要。谢谢。同时含有很多种积雪草萃取精华，而且它是植物酰面膜纸，很薄很服帖，精华含量还很充足，用后肌肤很水润很清爽，听起来就很厉害，感觉很保湿。对，它卖得很火，在韩国免税店销量都非常不错。哎，我好像有听过朋友推荐过，我明天拍摄前一定要敷一面。在最后，这款复古的小礼物，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它叫喵 TV。哇，是一个复古外形的便携式投影小电视。是个投影机啊，这好酷哦。是的，好看又实用，这个在家里用或者旅行送人都很 OK。我很喜欢它复古的造型，这样子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它要去追剧什么的也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用喵 TV 看电视不伤眼，熬夜煲剧必备哦。能够保护眼睛也非常重要。那今天晚上就可以用这看剧啦。横店影视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妍希，请大家记得要在横店影视城大屏幕找到我哟。